这些养生房，养肾如养命。如果肾脏不好的人呢，那么呀，他的身体也不会健康长寿。那肾不好的人呀，坚持吃这几种食物可以养肾护肾。第一呢，泥鳅，常喝泥鳅汤，主要就是为了养肾生津、滋补身体。那这是因为泥鳅里面含大量的优质蛋白和烟酸、维生素以及一些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用来养肾是最好不过了。第二，韭菜。韭菜虽然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蔬菜，但是韭菜呢，对于肾脏的保养哈、是非常有效的。许多医生也会建议肾不好的男性多吃点韭菜，不仅开胃，还能够行气活血，最重要的是强肾暖腰。最后，粟米。粟米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米。中医认为呢，它有补益肾气的功效，更把它称为肾之补。也就是说，小米是养肾补虚的食物。但想要增强肾功能，可以经常喝小米粥熬出来的米油，养肾效果更好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